进上南京上溜达溜达。行，下车吧，咱们吃饭去。进门睡着了？睡了吗？装的。装。装。下车，下车溜溜吃吃饭去，咱们。哥，你把后备箱开开，我拿水。来，那够不着。我是不是从后备箱？嗯，那出门肉呗，出门时候都难受。出门肉。关了啊。锁上车了吗？锁了。急有点散急了。都几点了？再调往十二条。今天领着家人我们去溜达玩来着，这功夫晌午了，回来到这个镇里面吃点饭，正好赶上这会是这个集啊，集完了上里面溜达溜达看看。收摊了吧？我说收摊了，你还不信？对啊，我还没锁着呢。买啥吗？买肥皂。那就扔的，你怎么过来？哎，哪个好闻的呢？哎，这个十块钱，黄的呀。哎，那就是你太贵了，要不咱们一起住啊？啊，我还有没有我以前买的三角的？咱们去吃那个护心肉去啊，护心肉还有香辣虾什么的，在那边有。护心肉啥呀？对呀。护心肉就猪肉，嗯，不知道吗？知道，它是炒啊，是汤。锅。妈，等我呢。在这儿。在他家。进去吧。进去吧。你看，你等那野猪羊在那晒呢。好了，是不是还有啥配菜呀？有，配菜放下了。这炒菜啥？是不是可以吃了？火了？开锅没吃，真吃了。开锅的，等会儿开锅。开车的呢？我看看开车的。开车的是不是？他打大火了，开车了。酱，不知道。嗯。加全料。应该有吧。大白菜，大白菜，大白菜，白菜。那么这啥玩意儿？红油生菜吧。那个啊，是生菜吗？我说像生菜。吃吧，都吃吧。吃吧嘛，那你倒来，倒碗里啊，倒。行，吃吧。辣不辣这个料？辣不咋辣了，别整点蘑菇。这个。好像跟你做那个差不多呢，我瞅。啊，做那个野酥羊那个。野酥羊酱一样。味儿一样。一样。这个辣。辣椒，辣椒多。嗯，行。多吃点。俺这个酱吃过。咱们那天吃的跟这差不多吧，这个酱。差不多。今天多吃点啊。好的，没问题。把料吃没了。把料吃没了，把料都占没了，咋辣了？你俩多吃点啊。嗯。吃着吃着把钱扔了。钱都扔了？咋忘了？啊？忘了。这刮水了，这两天吃。来，我吃完了，来、哎，你先吃吧，来。你没吃完。你拿着，拿着吧，来、哎。你看这，这么。上车吧。走吧呀，我这一袋，走吧，那就结束今天的行程了，走，嗯，走。